我们打开到《诗的部》的第64页 ，Let's turn the page 63。64页在华文的，我们读段经文。Let me read the First Thessalonians chapter 4 verse 13 to 18, page 63。华文在64页，我们来念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圣灵告诉我们，在这个帖前，帖上罗马前书第四章。论到谁呢？在基督里面安息的人，我们叫睡了。今天这个话语是非常宝贵，这个家族，这个我们每一个人说，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来念这段经文。论到睡了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是那号吹响，那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并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希望我们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所以呢，我们知道的，我们的弟兄一个蛮长词，他去了更好的家园，到天堂。所以说呢，当在耶稣里面安息的人叫睡着了，睡着的人一天都要从的睡眠中呢起来。他只不过是现在是长眠 long sleep， 一天他会起来，什么时候呢？是告诉我们说，耶稣要回来的时候，当天使长吹号的时候呢，耶稣回来之后把我们死去的人先被提到空中，我们还活的人再次呢被提到空中，与我们亲爱的人相会，那时候我们在永远的团契，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疾病痛苦，那时候我们站立起来。我们做个开始的祷告 ，Shall we stand on feet together？ 我们默哀一段时间 ，This pause for a moment of silence to pay respect to the family of the late 本德皇。我们来为着我们的王一辉弟兄的家属，我们来祈求祝福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创造宇宙的主宰，生命在于你，我们因此要依靠你，一天都要归于你。我们今天感恩，我们生命在你手中，我们必有保障，因为你在十多年前如何帮助我们的一回弟兄经历神的大能，经历生命的改变。虽然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在主耶稣里面，他已经得着了当得着的福分，然而现在我们为他感恩，因为在天上他得到奖赏。所以今天我们有种还活的人，或者家人家属弟兄姐妹，我们在生之年也好追求那永恒的事情，我们知道今天你要透过这个追思和这个出品礼拜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用诗歌来赞美你，我们用神的话语来签名，我们用主我们心灵城市来敬拜你，把今天这机会从头末了求你祝福我们，无论在这里的追思礼拜、出殡的仪式，还有那火化的仪式，我把天气、把路程都交托。我们感恩，我们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就今天的话语，在鼓励我们说：主，我们唯有靠着你，我们凡事都能得胜。主，死亡不再困扰我们，因为我们得到那永远的福分。奉耶稣的名字祷告。阿们，要请坐，没被吸的。大家早上好 ，Good morning。在这里，我们代表我们家属向大家致谢，谢谢你们抽空时间来出席这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告别，也是出殡的礼拜。我们亲爱的，我们组内已故王一辉弟兄是在1969年8月27日诞生，在2003年，他接着信了主，做好个信耶稣，做好个人救主。两年后，2005年呢，8月27日，也是他生日那一天，
受洗归入耶稣名下。我很高兴我有机会荣幸为他施洗。然而在天父的恩中，在天父的时间里面，我们亲爱的我们的义会弟兄在今年2017年7月29号星期六晚上11点与我们长辞安息主怀，需要添加在世享年48载。今早上我们在这里出席，但是一个人的追思机会，还是怀念我们怀我们的弟兄过去在世上短短十几年时间他信的过程当中如何呢看到神的信实恩典在世上。这晚上我们也听到我们的主任牧师把这边见面分享诗篇73篇，讲到我们的身体天会衰微，当我们里面这个人会不断的兴盛，当我们施加人生的结晶的时候呢，不要为恶人心怀不平，所以我无法明白为什么好人很快离开，恶人其实能够呢活得非常的丰盛，这无法明白的事情那是奥秘。无论如何我们知道生命不在乎长短，而在乎我们活得有多少价值和意义。昨晚上我们杨牧师也讲到我们如何看待我们议会的生命，他在世上信主不住很多日子十几年时间，上帝如何看他，上帝看他是个圣徒，死亡对我们就说是一个非常的神圣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在耶稣里面安息的人呢是特别神所看重。对我来说我如何看他生命呢？我陪伴他那么多年，从他信主到他受洗到他弃婚到他服侍到现在，三件事情跟命有关系。第一，生命 life， 他是非常有生命的人，即使身体很不舒服还坚持活下去。好多次他看到我看到他问他怎么样子，他跟杨牧师说的话一模一样，觉得很疼痛不舒服，但是好还可以还可以 I'm OK， 就是这样子。生命的力，生命是非常强的人。第二，我看他生命是有诫命，有神诫命的人，这个诫命 commandment of God 就是神的爱在里面，他爱神爱人，这是呢，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前天我也告诉大家，当我到这个医院的时候，我问我们的 Kelly 我精英姐妹，她留下什么话给你呢？你知道留什么话给她吗？最后一句话，精英我爱你，我爱你 I love you， 最后一句话她就断气。弟兄姐妹，那是非常宝贵，即使在最辛苦的时候呢，还是爱神爱人。弟兄姐妹，今天我活在世上不在乎你拥有多少的财富，在世上你活了多少有生命力，如果遵守什么诫命。最后一个就是使命 commission， 他不但有生命有诫命有使命，弟兄姐妹，他有使命感的人，就是身体不舒服一天要洗3到4次的洗肾，每次要洗40分钟到一个小时，所以非常辛苦。是如果身体一天有大概4个小时洗肾，那么请问有多少时间能够做其他东西呢？一般人都在家里面休息，他不是，他有时间就到那里呢，去到这个爱维之家 Rolling Center 帮助一些人，他帮助一些无效的人，所以确定每个工作都做到非常妥当。弟兄姐妹，他生命就是这样子，有生命有诫命有使命。今天刚才我们读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在耶稣里面我们睡着了，用华文叫做缠绵 long sleep。 什么叫缠绵呢？缠绵就是一个人睡着了睡得很久，他只是还没有起还没有醒过来而已。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死亡就是一个睡眠。有一天耶稣回来说，耶稣要唤醒他，他要先逼我们复活，我们活人才后来才被提到空中与他们相会在天上。今天早上我们快分享3个重点关乎呢相会在银财里面。所以我们亲爱的姐妹，我们一天能够跟我们亲爱的，无论是你的丈夫还是我们的弟兄还是我们同工还是我们家属，我们的天上会相会。第一，死亡不是绝望， Death is not the end， 死亡是个过境 a transit， 从个地方到个地方，我们去了更好的家园。我在想今天我跟师母分享的事情，那天晚上当发生事情，他突然高血压，然后就叫气了。
我在想，如果他当时没有死，可能了。我在想，他突然中风了，瘫痪了，又怎么样？谁能够照顾他呢？我不知道，没问到。上帝可能没，可能又好起来，我也不知道。但是神知道什么最好给我们。What's the best for you and for me？ 死亡不是绝望，死亡就是一个呢，进入更永恒的一个过境，好让我们得到更有恩典的地方，叫天堂。耶稣给我们这个盼望叫蒙福的盼望 ，blessed hope。意思说，一个人死了，他必才从死里复活。耶稣在2000年前就曾经这样子从死里复活，他给我们复活，我们就有复活盼望。今天没有任何宗教，没有任何信仰的教主曾经为你为我们复活，他们都死了，他不每一次埋葬的，当你为耶稣，他从此复活，他胜过死亡。It's overcome the death， 死亡不再是个恐慌惧怕事情。是的，也许我们对死亡无法明白，但是死亡就是这个真实事情，我们要面对的。弟兄姐妹，我们看睡眠取代了死亡。弟兄姐妹，他是睡着了，一天必会醒过来。第二件事情，复活就是盼望。所以我们说的弟兄姐妹，复活一定会严厉和程序。耶稣在经过受难受苦然后受死，他不是完了，但是他就是从死里复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们看到复活是真实会发生在我们当中，就是那个身体是不再是朽坏，灵魂归到天上，身体要归尘土，可能通过火化，火葬、海葬、土葬都好，但是我们的灵魂一天呢，上帝要把这个身体给了我们新的身体，放进这个身体里面，叫这个荣耀的身体，从那天开始不再有死亡，不再有哀哭，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疾病，不再有牺牲，不再有这些的问题出现在我们当中。这耶稣给我们何等的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要盼望是因为呢，这地上是暂时居所，地上的家要不断的装修，不断的进行维修，天上的家是永恒不会朽坏。耶稣说，我去，我必再来接你们到那里去，我在那里，你们也在哪里。所以弟兄姐妹，死亡不是绝望，复活才是盼望。最后我们必在空中云彩里面相会，那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盼望，是上帝赢给我们的一个运气。彩云云彩代表什么？代表上帝的作为，他与上帝来保护我们。所以当天使长最后响时呢，耶稣就必回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到那时我们就不再活在这个有限的世界里面，我们活在永恒 eternity， 那是上帝给我们预备的。今天我们追求的不是 temporal， 是 eternal， 是永恒的事情。弟兄姐妹，今天开始，也许我们不再看见我们的亲爱的弟兄，我们亲爱的同工，也许今天我们不该看到他微笑的笑容，也不能再听他的声音，也不能够跟他有任何交流说话，但是他永远在我们心中，他是个好丈夫，是个好弟兄，是我们教的好同工。所以弟兄姐妹，就一次唯一的他就在我肺里面上才三个月，当我们还没有这个爱和之家退场之一的时候，他请我们会安排一个节目。他很关心一件事情，他很关心忧郁症的问题，他特别要求我，牧师，我今天晚上特别讲关于忧郁症的事情，要帮助很多忧郁症的身边的，应该是在这个中心里面有很多忧郁症的老人家需要去照顾。你看他在病患当中还想到有需要的人，那我就说一句话，一回，你今天活着每一天都是恩典，虽然你抱病，但是神的恩典够你使用，每一天你活着就是神迹。他把那句话放在心里面，然后就在我们灵修里面，他就把它说出来，我活着每一天都是恩典，每一天都是神迹。弟兄姐妹，这就是今天我们基督徒的何等盼望。然而今天虽然不再能见到他，但是有一天我们在空中会相会，再见。
再一次相会，再一次见面，再一次的一起在厅上呢，一起呢，我们的欢聚在厅上是永远在一起。今天我们暂时分开，不是永别。阿门。所以当我来的时候呢，我想起，我要去描述弟兄就三件事情：他的生命，他是我姐妹，他有我的使命。这三个就是他，我能够信用他是这样子的一个弟兄。今天我们来到这聚会的尾声，记得人会离开世界，我们还活着，我们要好好活着。今天我们要好好活着，你要好好活着是对他的一个尊敬，好好活着是对他的一种的爱戴，绝对不要太过伤心过度。可以伤心了，但是不要过度伤心，因为我们是有指望的人。亲姐妹，你是有指望的，还有我们家属们，记得你们亲爱的人到更好家园。他是迷失的羔羊，今天回到我们天父的监督之下，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他必永远看顾他，让上帝看顾他，我们一生就没有后悔，没有惭愧，因为有上帝与我们弟兄永远同在。阿们。阿所以我们站起来 Shall we stand up feet together， 我们一起来一颗心，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在地头，我们在求上帝来祝福我们的家属。We're going to ask us Ben to pray for this family, if possible. 我们请我们主的牧师杨牧师为我们家属来做一个祝福的祷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Our Heavenly Father, 我们天上的父。We come to you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我们乃是奉告主耶稣的名字来到这个地方。God, we bring.Huang's family before you. 把一回弟兄的家属交在你手中。Jin Yin's family before you. 金银的家人也交在手中。And Lord, we pray God that your grace and your comfort will come down upon their lives. 我们祈求你的恩惠安慰临到他们家人身上。Lord, O God, this we thank you for the last two nights and today you have been with us in a very special way. 主啊，感谢你过去两个晚上，今天早上你与我们同在。May the words shared from your Bible, Lord, bring a sense of hope and direction in their lives. 我们感谢你的话语带来指望，带来这个安慰。May your comfort, your grace, your peace rule in their hearts. 主愿你的盼望和平安掌权在我们心中。We pray especially for Jin Yin, Lord. 而是我把我们金银姐妹交在手中。That God, she will find strength and refuge in you. 在里面我们找到这个力量和避难所。In the days to come.在未来的日子当中 the months to come, 在未来几个月 in the years to come, 在未来几年 Lord, O God, she will lean into you and Lord, that you will be the source of her strength and hope. 叫她依靠你在你里面得着这个盼望和指导 So we commit this family to you. 我们把家庭交在你手中 And we pray God, 我们祷告你 that not only they be strong for themselves, 不但是他们自我刚强 but for one another.也是彼此这样子。God, that they will find encouragement, support, and help in each other. 往彼此的帮助，彼此的鼓励。So bless this family. 祝福这个家庭。Lord, bless them. We pray. 往奉主名祝福他们。Extend your hands of blessings. 求你赐福给他们，伸出的手来祝福他们。Of favor. 有他们有恩宠。Of provision. 有供应。And guidance upon them. 有你的指导在我们当中。Now we pray for ourselves. 那么为我们自己祷告。God, we thank you for a life of Huang well lived. 我们看到我们一回有好好的活着。And God, may he be like an inspiration to all of us. 要成为我们许多的鼓励。And so as we make our way, Lord, to Ferry Park. 我们要到新进山庄的时候。Lord, grant us journey mercy. 给我们美好的路程。Lord.We pray your grace and your peace and your protection will go with each one of us. 我们愿你恩惠的平安保守我们每一个人。We pray this in the wonderful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我们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Amen. Amen. Amen.
谢主，感谢主。给我们先做个报告，我们等一下我们去瞻仰仪容，瞻仰仪容之后呢，我们将会呢一步到这个仙境山庄菲利巴，我们就会走路了。我们这上车，我们自己到这个圣大样这个菲利巴，我们在那里有一个简单的这个火化的仪式。所以当我们唱这首诗歌，我们唱第六首 Eternal Song Piece No. 5 Because He Lived， 我们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请我们家属来到这个灵堂来瞻仰我们弟兄的最后一面，之后呢就让亲人我们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呢陆续的来瞻仰仪容。我们先来唱第六页的因他活着 Eternal Piece No. 5 Because He Lived。我们唱第一段之后，副歌就开始了。他是他名叫耶稣，他名叫耶稣，他乃是爱，赦罪义治，他是生命，他是生命，不要救赎我。要救赎我一个头目来证明我救助我者，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的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我深知道那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之因他活着。我们请家属来，有一天度过生命战胜了死亡，战胜了死亡，我将看到那荣光明，是他是主，因他活着，一个体验 I can feel to me， 一个体验Cheers。
诗歌部第六十六面，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诗歌部第六十六面，启示录二十一章一到八节。可以的话，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我们先来读经文，诗歌部第六十六面，来一二，好，让我们大家站立起来。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啊，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米迦，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活泼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根就在烧这个硫磺的火炉里。这是第二次的死。”亲爱的天父，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你造物的万物中，你特别的是爱世人，并眷顾我们，因为你爱我们。亲爱的主，现在我们在这里一同怀念我们的亲爱王立辉弟兄，我们心里虽然非常依依不舍，但你已经把他接到更大更好的地方，就是天堂乐园。亲爱的天父，我们祈求你让你继续安慰我们哀痛的人，因为你是掌管宇宙的万物的神，我们是何等微小渺小，如尘沙一样，在世上我们算个什么呢？你竟然顾念我们。天只要高过地，你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只有相信一切都在你掌控之下，为一切临到我们世上都会对我们有益处的。你差遣耶稣基督你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不要救赎我们罪人，使我们因着相信你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啊，你应许我们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定复活。感谢主，你的信息是何等的真实可靠。阿们的。我们的王一辉弟兄今天在这里，他是睡着的，我们知道一天他必在睡眠中醒过来，我们相信一天我们会在天空在云彩中相会，因为你是应许一切相信的人必从死里复活。在耶稣里面我们是有盼望的。亲爱的天父，请你赐给我们信心，加添我们盼望，并加倍给我们力量，祝福我们家里每一位兄弟姐妹，我们亲朋戚友，他们生命都是你所看顾的。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在你面前必有保障，我们将感谢，我们将祷告，乃是奉靠耶稣的名字，阿们。大家请坐，我们必须的。刚才我们读经文，在这个启示录 in the Bible Revelation chapter 21 verse 1 to 8， 论到事情呢，在耶稣里面安息的人，上帝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地上有很多痛苦，不但是身体的疾病、家庭问题、经济的问题，很多的难处在我们身边。但是神应许我们，即使在地上有苦难，在他们在里面有平安，这是耶稣应许我们的。地上的帐幕就是人的身体会朽坏，无论你活多久，我们身体都要成为老化，
我们都会成为尘土，然后灵魂却要成为新造的。上帝要给我们的应许，因为耶稣回来时呢，把新的身体重新赐给我们，包括我们敬爱的我们王一辉弟兄。这里告诉我们说，看哪，一切都要更新的，因为上帝应许我们的旧的已经过去，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这里见证一个事实，人有一生，人有一死。当然今天因为有主耶稣，好像我们一弟兄有耶稣一样，他生命必有保障。在这里我鼓励每一位我们亲朋戚友，在生之年我们追求不单是短暂的世界，我们追求那永恒的，唯有永恒才是我们所值得我们去追求的。地上事都要成为过去，上帝把永恒生命给一切相信的人。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也见证一个事实，我们无法逃避死亡的来到，但是我们却有这个死亡后的确据和保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会到更好家园，更好地方叫天堂乐园，就如同我们弟兄所领受的应许。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要表达我们对我们的敬爱的我们一辉弟兄的尊敬，我们要送他最后一程。我们底下会用花朵放在关公那边，我们表达我们说，弟兄你安心去吧，我们的亲伤会再相会在一起。感谢主。好，我们这次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预备自己。全能上帝，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这时刻里面我们要送我们弟兄最后一程，让我们以花朵表达我们对他和家人的一个尊敬。请你这时刻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愿你施恩给我们，奉耶稣的名字祷告。既然是天父上帝的美意，以他智慧的先见，把我们亲爱的王一辉弟兄接到他那里去，因此我们将他的身体委托于地。圣经说呢，土要归土，尘要归尘，我们却要抬头仰望天上大福分，且等候耶稣基督从天降临。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并且等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下，他将按着万有多恢复大能之下，把我们这个逼近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这个身体永远相似，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请家属啊，开始来一起把花朵放在光。
里面，我要把我们的弟兄归尘土，透过火化，让我们相信重新开始。他要到更好地方，享受那永远的福分。然而在地上，我们活的人要为永恒而活，追求永恒的事情。我们暂时要分别，与天的天上会再相会，这是我们最大的期待和盼望。祝福我们的家属每一个人，让我们明白一件事实，我们都要依靠你耶稣基督，我们才有盼望。我们将感恩，我们将祷告你，也祝福我们每一位家人当中，让我们在任何事情上都因为信靠你，他们得蒙祝福。我们将祷告乃是奉靠耶稣的名字，阿们。我们的人站立，做基督的祷告的时候，have final prayer。我们低下头，我们来求祝福。就今天我们来到面前，我们感谢你所做的一切，请你亲自安慰我们爱动的人。圣灵，你掌管着整个局势，整个事情，因为你爱在我们当中，我们感恩祷告你，还是奉靠耶稣的名字，阿门。我们今天读祷文，我们做结束的祷告。我们在千圣的福。
愿人都尊你名为神，愿你的国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有的意思，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债，不叫我们欠债，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就听来面前感谢你，愿你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同在，从现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我们的仪式到此为止，愿神祝福你们。Shall we dismiss? May God bless you.